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英雄就应该是这样的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就应该像你这样。一个男人看见中国人被日本人追杀，连命都快保不住了，如果再不出手相救，那还叫男人？不过我杀了他之后还是很后怕的，我看我这辈子是做不了英雄。那你知道你救的那个人是谁吗？没看清，我只看到他一只手戴着黑皮手套。那个人也没向你说声谢谢？救人要是图感谢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我认为镇山虎来呢不是坏事，反倒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团结他一块抗日。据我所知，他虽然是土匪，却是劫富济贫的，这说明他还有些民族气节嘛。再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，这也是我党的政策，我们应该遵守。所以我们不但要避免和镇山虎交手，反倒要开开门，好好的迎接他，说服他和我们一块打日本鬼子。你这个主意不错，一来兵不血刃，二来扩大南河镇的守卫力量。要我说呢，咱们不如跟日本人坐下来好好谈谈，是吧？别使刀弄枪，打打杀杀。要什么呢？就给他点儿，这不就不用打仗了？胡说八道！你想当奴才呀？啊？跟强盗谈判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玉祥，我们祖祖辈辈没有媚骨，从不屈服于强权。我怎么从你的话里嗅出点浓烟悲喜的味道？没有，铁虎，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日本人侵略咱们，就是想占我土地，掠我财富，把中国的版图化为他们的领地。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铁蹄践踏，生灵涂炭，哪里还有什么安稳所在？你听听，玉祥，我告诉你，日本人真的打进来，你要挺不起腰杆来，我饶不了你。是爹，我挺。爹，等镇山虎来了，我到镇口去迎他。好，用兵之道在于用计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我也拥护三民主义，赞成女性解放，可是恣意妄为到了这个程度。玉祥，哎，明天陪我去那个什么养足堂，我要见长顺。是。爹，人家长顺老老实实做生意，您就别为难他。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，可是有辱贵家的门风，我不能再忍。师傅，你看这里，这样。长官。我们秦家新衣铺啊，是百年老店。祖上曾进宫给慈禧太后的畅心饭做过戏服呢，您这是要给军中的剧社做戏服吗？
是啊，我们要去涉县劳军演出，所以呀、啊，特地添置几套戏服。行啊行啊，那您挑，如果没有，我赶紧给你做。哎呀，你们在前方打仗很辛苦的，我们也得尽点心意，是不是啊？好啊，谢谢你老人家。那我们先看看。对对，您挑啊，挑。挺考究的，老总，跟您打听个人行吗？可以啊，只要我知道的。他叫华阳生。他是哪个部分的？那他是哪个师或哪个团的？那他是什么军衔？我只知道他会修脚。修脚？国民革命军里啊，就是没这个兵种。你要找修脚的，还是到澡堂子里边去问问吧啊。长官，他是在寻找失散的哥哥，您要是知道，赶紧告诉他，省得他天天是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啊。这个事儿啊难办，他连他哥哥是哪个部分他都不知道，哪儿找去啊？宜军竹内大队已经推进到火凤山一带，不日即将进犯南河镇。火凤山匪首镇山虎已经向南河镇流窜。陈佐，师座命令我在黄远镇监视敌军行动，暂不越过南山，与敌军正面交锋。师座就知道要保存实力，按兵不动。要是南河镇真的失守的话，我们在前线的将士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啊？团座，何必如此多虑呢？这天塌下来不是有高个子顶着吗？压不着咱们。就算乡亲们说咱们抗日，那这罪名也应该是军错师错扛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属下以为还是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想干嘛就干嘛吧。哎，长顺师傅，有空给老夫修修脚吗？有空，贵老爷，里边请。长顺师傅。哦，这个贵老爷，您以后就叫我长顺就行了，师傅二字。不敢当。你给我修脚，我应当叫你师傅，凡事应该有个规矩吧。那就随您叫，贵老爷。我这次来不光是让你给我修脚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，不介意吧，长顺师傅？不介意，请讲。本来呢，我想让玉祥陪我来，不过那样好像有点以势压人了，更何况你还是个外乡人，我就自己来了。贵老爷大家气度，令长顺敬重。是从扬州来的吧？逃难出来。扬州我很熟悉，我有些产业还在那里，也有很多朋友。贵老爷家大地大，名声也响得很，
那倒是过奖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有人说你来历不明，我要是去查一查访一访也能搞清楚。扬州修脚的师傅虽然很多，像有你这般手艺的那倒是不多。小心点儿，修脚刀可以治病也能杀人呢。谢谢，我会小心的。贵老爷，我想问一问，您怎么就有心查我的底细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我女儿才到的南河镇。不是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贵老爷，不是就好，玉蓉就要嫁人了，名声很重要，我们贵家的声誉我看得很重。我和贵小姐清清白白，绝无非礼之处，不相往来岂不更能证明清白吗？贵老爷，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，我也知道做人该懂的道理。您放心。那好，长顺师傅，我也知道你是个明白人。好了，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那就请长顺师傅辛苦一下，给我修修这双脚吧。夜路难走，天亮了再走吧。就这样连夜就走吗？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走的？我爸爸跟我说，说他去找过你，我就知道你会走的。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你。我是不想坏了你的名声。可是你走了以后，我心里会难受的。我要是不离开这儿，会影响你的生活。我本来来到这里是为了报答你，我怎么还能给你添麻烦呢？可是你能去哪儿呢？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要离开呢？我本来想在这里暂避一段日子，然后再找个机会给我爹报仇。可我影响了你的生活。我现在成了这个镇子里大逆不道的罪人。我本来就不是南河镇的人，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修脚匠。我怎么让你和南河镇重回他原来的平静？就这样走了，你真的舍得我吗？不舍得也得走。如果我不是贵家大小姐，如果你不是个修脚匠，再如果我没有跟安俊雄定过亲，
我是修脚的，你是跪家大小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你能救我，帮助我，说明你人好，说明你心善，可我还是个修脚的。修脚的怎么了？修脚的就不是人吗？不一样也是人吗？不一样。修脚的当官的能一样吗？ 自古以来就不一样，只有死了才能，都剩一对白骨。那我们就去死。我也不爽。 我不走了，看着你嫁人。可是看着我嫁给别人，你心里该有多难受啊！你嫁给别人，心里也是难受。我能陪着你，帮你分担你的难受，就当做对我的报答。就算是吧。 早点回去吧，天晚了。 长顺兄弟，你这店开了这么久，做地炮觉得你特别仁义，从来都不欺负人。这我一大早就给你劈柴，我拦都拦不住。 长顺兄弟，快
关门别做生意了，中午去喝喜酒。桂家小姐的婚事，怪不得您穿成这样。哎呦，我可是大媒人呀，那边啊好多事等着我张罗呢。您可真够忙。听你这么不咸不淡的跟我说话，我就知道你心里不痛快。可是你总不能这么不痛快下去吧？你还是得活着，过自己的日子不是？是啊，我得过自己的日子。卖油郎独占花魁，落魄公子遇上大小姐喜结良缘，那都是戏词里编的，没有的事儿。我明白。可这话说回来，万一碰上哪个大小姐豁出去，什么都不顾了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这要上花轿的人，你满世界的跑什么呢？你怎么来？我来看看就走，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儿了。你们两个呀，真是的！不是我说你，你要是喜欢，胆子就放大一点。喜欢就是喜欢了，搂过来就亲，抱到床上就干那事儿。谁像你这么没羞没臊的？这难道叫爱情吗？我不知道什么爱不爱的，我就知道，我要是喜欢一个人，我能把命交给他。耽误了上花轿。长春兄弟，我跟你说句实话。贵家大小姐不喜欢我，可是我看你们俩这样，我心里难受。我这个人，刀子嘴，豆腐心，见不得伤心的事。我先走了，那边还有好多事儿呢。玉荣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婚事已定，怎么能反悔呢？婚事是你定的，我并不情愿。迎亲的已经到了大门了，你现在悔婚，这不是让我难堪吗？爸，嫁给安俊雄，女儿会一辈子都不开心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安俊雄是抗日英雄，嫁给他亏了你吗？安俊雄有枪不抗日，人家长顺用修脚刀就杀死了两个鬼子，这才叫英雄。什么？你说那个长顺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他叫华阳生，以前是扬州德胜浴池的修脚师傅。路遇鬼子追杀中国同胞，义愤之下，飞刀斩杀了日本鬼子。我敬佩这样的英雄，我要嫁，就要嫁这样的英雄。华阳生，华桂芬的儿子，
也是条汉子。不过，他们毕竟是修脚的，我可以敬他们为尊，不能让他进我的家门。贵老爷，贵老爷，您的乘龙快婿就要进镇子了，赶紧让玉容梳洗打扮吧。再敢抗婚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杨生。新娘子，给你贺喜了。是你的新娘，
接你的花轿，竟然来了！花轿带不走我的人，带不走我的心。 该上花轿了。你不要我。我们可以相亲，却不能相爱。你这只小鸟已经找到了窝，我不能再带你飞。我想飞走。飞得越高，掉下来就越危险。不想让你。 你害怕？我心死了，爱莫大于心死，我又何必在你心上再压一块石头呢？
燕子了，马上就到。哎，那那赶赶快赶快！不能这儿，不能这儿，来来给我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我叫。做女人的就是这个命，就像缸里的鱼，笼子里的鸟。你觉得自己能游得很远，飞得很高，就拼命地游啊飞呀、啊、睁开眼一看，还是在男人的手心里攥着。认命吧，等嫁人了，有男人了，就不用游得那么累，飞得那么高了。玉蓉，你想想，拿你跟我比，就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你养嫂子这么多年，不是也熬过来了？养嫂，过去我瞧不起你，瞧不起你跟我大哥不亲不白的。后来，长顺跟我说了你过去的事情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女人。过去，我对你所有的不敬，请原谅我。你依然还在等，等一个承诺的拥抱。心最深处缓缓延伸，我蓦然转过身，踏上了寂寞的路程，烟火在烽火乱世中。多多
尽的一生。